爱桂凤，爱只小说家，对艺术家朋友的咖啡馆里，点一咖啡，等一下老朋友聊一段客家的风范。要等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才又稍微收敛，有摩擦呀。点完都还以为是哈，是不是就好好来跟永雄合作啦？然后怎样把他们的这些技术知识传承啊？到礼拜三安埔九点。安详方法。